我家这里啥都有。买的这种小豆角，这小豆角炖可好吃了。这人真多呀，这是第二天开业啊，宁山路市场。哎，这猪好像笨猪肉啊，这猪好啊。啊，这猪多好。这猪真好啊，它也不是那种那什么的啊，笨猪肉，笨猪肉。哎，这纯笨猪肉啊，一瞅能瞅出来，你看这大飞镖子。我就照这个来，行吧。行，他这排骨22给我要了。行。嗯，接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哎呀，这点排骨啊，这点肉是真好，一瞅那大飞镖子就是纯的那个笨猪啊，滋滋冒油啊。拉皮怎么卖呀？拉皮2块。不来，来一张，拌点黄瓜。这得来俩，一个不够吃啊。对，来俩。啥串儿？2个，烤鸡腿。走吧，回家吧，拌点小凉菜，看看媳妇吃不吃，要吃咱就给她炖上的。到家了，哎呀，再买点黄瓜。咋的了？哎呀大姑娘啊，你咋的了？啊，刚发咋的了？嗯，你看这小样。走啊，来吧，走。来，扶扶前进，来。哎呀，这孩子跟他妈一样，可懒了。你勤勤。就那两步就不给你爬。啊，你瞅着，妈带你下去溜达半个点去，我让你爸整饭，行不？那去吧，去吧，你俩去吧。完，咱半个点上来去吧。姑娘，哎呦，新技能啊！你让爸看看小牙长几个了，来，张嘴。爸看小牙，哎呀，驴的，你看多驴，你看，咱老驴了。你驴子呼的干啥呀？你老啊，耍啥驴呀？你跟谁俩呢？不勒我。这块骨头多好。丹丹说饿了，这排骨炖不熟的情况下，咱就切点这个肉，切点肉炖，那快。我说一个半点就能好，他停不了，他说跟孩子出去溜达完回来就得吃。看这块排骨边，姑娘，早点回来吃饭啊。要出去谁不搭理了，早点回来吃饭。他俩出去了，咱把肉切了。这小豆角才好吃呢，这就是咱小时候吃的油豆，可不是那大面豆啊，这豆角幼豆。葱姜，你看这肉一炒出来，小样儿炒的招人稀罕。花椒面，别的啥也不放，调料，不搞什么大料啥的。这个是纯笨，就是那种普通最普通的酱油啊。先给它炸香了，你看熟不熟悉吧？来一点点小苏打，炖出来豆角绿啊，加入清水，精盐，
姑娘回来了，马上开饭啊，姑娘开饭了。白糖，陈醋，大半拉皮儿，成功。来点味素，出锅。问你这豆角炖的怎么样，哥们儿们？怎么样？辣不辣乎呢？这时间短。但我呀，哎呦我的天呀！你干啥呀你？姑娘跟那真高兴呢。哎，还是豆角好吃啊。这小油豆，不能再扔了啊！你扔过我不给你啊！我说可能夸张了的，是又真有肉味，真香。嗯，有点淡，是吧？淡淡的吧。我就问你行不吧，哥们们，这俩小菜，这点要搞点肉帽更牛啊！单单不吃，那可特了，搞点肉帽的都不吃，这豆角可真好。你们俩聊聊。啊，我跟那个美凤就说完了，明天来两次。那不就整了吗？嗯。下午能来吗？下午。你早七点半。那人家中午不能睡醒再去。啥、哎、呀？等买料呢。我哥新闻报告什么来？不是吗？嗯，来明儿中午吧。真香。嘎嘎，陪我。姑娘，小黄尾巴就给我姑娘糊弄了。有味没？你明天看整板子选啥色的？跟昨儿差不多的。不行吗？行。不要白的。嗯。闺女，小黄瓜尾巴好吃，好吃吧？明天去买点肉，它这肉确实是香啊，真香。不是心理作用啊，也不是我做的多好，本身就是淡那股，哎呀，说不上来。那肥肉标了，真厚，真厚。小粉皮儿要吃，姑娘拜拜。你姑娘视频看不到人不行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指你拜拜呀！我这说饭都吃完了，拜拜。